李哥，我这次可是掉进大坑里了。什么叫大坑里？我这次有点事儿，被别人骗了十几万，然后别人骗的。啊、嗯，这十几万都是管亲戚朋友借的，然后手头里现在什么钱也没有。那这个是什么情况？还会让别人骗这么多？我前两天收到一个短信，然后说是刷单能赚大钱的。刷单的？嗯。那不是一看都是骗子吗？你这种你还行？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骗子，但是加上之后前几单确实是赚了不少钱。好。前几单的时候，他是几百几百块钱套我的。那是先给你一点甜头是吧？啊、嗯，对，然后你就信了。对，一开始就是垫付几百块钱买上、啊。这个不是他们惯用的一个套路的。对，因为前面确实是赚到钱了，然后到后来的时候，我就是他让我投很多，我手里没有这些钱，我就寻思先不做了。结果我看群里都很多人都在抢着想去开这个单，那我就寻思，哎，快借借吧，跟朋友他们借了借。那群里面肯定都是一些托在里面的。对，这种不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，你还相信？你没告诉你老公什么的？没有，因为手头里需要钱，正好需要钱，但是不太方便跟家里说。本来寻思干个兼职，干个这个刷单的工作可以挣点，没想到大的血本无存，挣点奶粉钱啥的。嗯，哎呦，你这个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了。我这次被骗了十几万，手里真的是没什么钱了。我这次把老公送的东西都一块儿卖掉过，现在卖掉一年级。那怎么会让他骗这么多呢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光让我垫付是小的单，我就寻思垫付了赚的还比较多，但是到四五六单的时候，第四单也赚到了钱。五六单的时候当时说是组合单，先让我拍了，把这两单全部都拍完，完成以后他再返给我本来的那个本金。这个开始就给你挖坑了。对，第五单的时候我就垫了几万块，但几万块钱凑着是给他拍的单，谁知道他没还给我。你帮忙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那你就从那个越套越深是吧？对，然后。反正这个是我在器官上真看不少的，哎，我以为不可能说这么轻易就相信人家，你一看到这种不对，马上应该就有这种意识了。就是贪小便宜了嘛，一开始他垫付的钱都还给我了，而且还赚到了很多，赚到了30%左右。那现在他一开始开到6000块的时候，现在再等等吧，再等等。就是从这个越来，比如说几万几万就开始。对对。套路越来越深。对，到第六单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套了很多钱了。然后说我那个银行卡被封了，说大额转出被封了，之后又让我去填他们信息的一个单子，又给他们转账。结果转过去，一用这种招式，你应该都有这种想法，马上就想到应该是属于骗钱的。然后，那现在这些东西都要卖掉？嗯，都卖掉，包也卖掉了。你看，这以前都是你老公给你买的。对，这都很多年了。那你真的就是说，以后碰到这些事要小心一点，现在套路太深。对，现在也没什么办法。这个是单表是吧？还有一个，这些都是我老公之前买的，还有一些是我自己买的。哦，行行，那我都给你看一看。嗯、哎呦，这个是蓝琴的，这个卖的价格就有点便宜，换成石英的。本来这种我们都收的比较少，你这种卖的慢，因为太便宜了，给你2000块钱吧这个。然后这个价格能买的好一点吗？这个是36的一个表盘。反正这种我到时候就给你照20000块钱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表。那这个是这个是吧？对对。这个是一个祖母绿的。嗯。祖母绿的，我看看。这个是。这个当时是结婚纪念日，我老公送给我的。结婚纪念日。对。那也都卖掉。对。还不吧。行，我现在还是还债要紧，现在了吧？等以后有钱了再。嗯，这一个，你看一下多少钱？给你8000吧，给你8000吧，这个，好吧。行。反正到时候要是我没卖掉，到时候真的你周转过来，到时候也可以过来再买回去吧。好，看这个礼盒。这个是什么？一克拉的。对，钻石戒指，这是我们结婚时候的戒指。结婚的时候。嗯。还是一个一克拉的。这一个，不过这个颜色稍微差一点，进度还可以，反正给你18000的价格，哦、这个，
很好了，很好。不过我知道现在这种去买价格东西贵，嗯、这个就不要卖了，也卖不了什么钱的。这个买的时候也挺贵的，卖不了什么钱吗？反正就1000多块钱，不然也给你1200吧，因为这种是镀金的。但是买的时候很贵，这个。啊，这种没办法了。哦。对。行，那一块卖了吧。一块卖了、嗯，那你这个包包是？包本来是不想卖的，但是好像也不太够哎。那包也卖了，你帮忙看一下这个包。包也不要了，嗯，包也行。哎，我这一个包包用得很小心，没有什么。给你一个5800吧，5800的价。嗯，好，那你再涨点行吗？等一下，不然就这个，给你多算一下，人家到时候再给你加一点。嗯，好。好，对，像你这个是确实，自己应该小心，因为现在骗子实在太多了，别接到那些信息里就点进去了。好，脑子一热，脑子一冷，十几万就没了。嗯，你这个坑掉的太大，我这样我都给你看一遍，到时候给你一起算。好。